第一题，他说如这个图了，椭圆中心点在原点了哈，那两焦点是 F 跟 F prime， 若 AF 哦就是这个端点啊 ，AF 哈，这个长度是2，然后 AF prime 是14，AF prime 就是这个哈，这等于14了。那他问哈，这个椭圆方程式等于多少？我们来看哈，这二 C 啊，哦两个焦距，二 C 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 A prime 减掉 F 就14减2，这等于12，所以这个 C 哈是等于6。好，啊再来我们看看那个 A 的长度多少哈？A 的长度的话是等于那个14哈，啊减掉这个6，这是6 ，A 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14，啊减6，这刚好是8。好，那这样我 B 我就可以算出来了 ，B 等于多少呢 ？A 平方减 C 平方了，哦8的88就是4嘛，减掉6就是36。64减36，这是8。5减3是多少？28，哦，28，跟它28。好，那么这个椭圆方程式哦，伽马哈，是多少呢 ？A 平方是 S 平方嘛，加 B 平方是 Y 平方等于1，所以就得到哈 ，A 平方是88，64 S 平方，加 B 平方是28。Y 平方等于1。